骂了个巴子的。徐大马棒，你死了还是活着呢？没有看见别人都在欺负我吗？你要是死了，就把那帮瘪犊子全带走吧。你要是活着，就出来给我做主。夫人，喝酒回屋里去吧，天太冷了。回屋，你陪我吗？对不起，我公务在身。那你去忙吧，反正我现在是人嫌狗不待见，狗都想让我赶紧走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你想去哪儿？我去威虎山。是啊，我可以找崔三爷。来吧，来，参加我的摆集。太好了，我这是去安排灵力崽子，快马奔赴大锅盔。古月味看好了啊，当值日官，看看他都干些啥。睡觉也别放过啊，白天黑夜都得盯紧喽。三野明鉴。来吧，来了好。范大爷。嗯。这又跑哪儿去了？二当家的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还吓死我了呢？二当家的，这回可以轻松一下了吧？你干嘛去了？我刚才睡着来了。睡着了。过来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盯紧那个姓胡的，日夜盯梢。要是敢迷瞪一会儿啊，我要你脑袋！三爷不是刚才在威武厅封了姓胡为威武山老九，八抬金刚都跟他拜了兄弟，这怎么？瞎问什么？是不是想挨揍啊？不是，我不明白呀。三爷怀疑姓胡的是洪啥？什么威虎山老九不老九的，那都是假的。说姓胡的有攻打嫌疑，不像，不可能，不像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瞎巴巴啥呀？告诉你啊，你要做的。就是给我盯紧那个姓胡的，有什么事儿赶紧跟我汇报，别的事儿少管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这事儿，你要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我能掐死你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走。哎呀！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？还得蹲下。阿如，现在有没有战士在北洞上？报告二零三，我刚检查完毕，战友们已经逐渐适应了雪地生存，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了，没有冻伤。好，坦克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二零三，滑雪的事儿你就放心吧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一定飞上威虎山，抓住座山雕，揍他个水当尿裤。
胡爷，哦，累了吧？躺躺脚，一会儿踏踏实实睡上一觉。哎，你伤咋样？要不行的话，我让一班子过来，他懂医段，让他给你瞧瞧。怎么着？就是点皮肉伤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胡爷，嗯，你真是太能耐了，真的。今天把他们弄得全趴窝了。 妈呀，把我看的那事冷汗出的，不过我觉得今天这事像是翠花和飞龙做的套，他们要坑你。老张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。今天我也累了，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啊。哎，那我先给你把脚洗。哎，不用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那行，那这茶你紧着烧。哎，我明天再备点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行。 胡爷，这还真是三爷立的规矩。在威虎山上，只有八大金刚，每周一担任执行官的时候才可以随便走动。像我们这些杂役，还有那些小崽们，不能随便乱走，得走便道。我说话算话。我现在就正式封他威虎山老九，这个礼拜的那个执行官让他干。派点兄弟，跟着他，让他巡视威虎山。 九爷，啊，我今天干啥呀？今天我巡山，你别跟着了。哎，行。两排太和，今儿个一早啊，三爷就拿着腰牌叮嘱我交给你。他说，这几天威虎山望水行山就你说了算了。
多费心吧，请灵台转告三爷，老九一定不辜负三爷的厚望，一杆枪保一家人，天窑子稳如泰山。 你们都过来吧。这十个小崽子也一并交给你了，让他们跟着你望山巡水。如若遇有犯事违规的人，差遣他们捉拿问罪便是了。这不是凉台的人吗？按说呢，这第一次巡山应该是我陪着的，可是今儿个三爷又差遣了我其他的事儿。 这小锁子呢，对威虎山非常熟悉。你放心吧，他没有别的本事，看主子眼色行事，那他是第一个。让凉台费心了。这是小崽子们的乐钱，也一并交给你了。好好跟着九爷，亏不了你的。谢凉台。九爷，辛苦。多谢凉台。 看把小崽子们给急的，别着急，人人有份啊！来，一人两块，拿着。你的，九爷啊，票差一半啊！您这是，飞虎子这玩意儿来的容易，花的也快，有钱大家就得一块花，知道吧？哎，还有你的，得嘞，跟着虎爷发财了！来，看什么看？这是你的，拿着。我也有。 二零三，喝口热茶吧。放下吧。你又在担心杨排长。子文同志的情况现在非常的危险，整天跟坐山雕，还有八大金刚那些人打交道，而我呢，什么都帮不上他。 你放宽心，咱们得往好处想啊。沉稳老练，智计百出，又下了那么多的功夫，咱们得相信他，他一定能保护自己，战胜敌人的。可是我不能不想啊。万一有一点闪失，就算是非常非常细微的闪失，我们就会失败。只要一失败，前功尽弃。 那就跟坐山雕拼了！那怎么能行？我怎么可以让我三十几个兄弟白白的葬送生命呢？二同志，你再帮我仔细想想，子荣同志临走之前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没想到的？哪怕是非常非常小的、细微的事情都可以。你帮我仔细想一下。报告，二零三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 巡逻队的那个铁蛋子跟宋小河在咱们夹壁沟的东南林子里边，让人给杀了。这是人从哪冒出来，又到哪儿去？报告二零三，我看了，现场有打斗的痕迹，除了两个民兵的脚印子，还有两个非常非常轻的脚印，几乎就是看不着。对，肯定不是胡子穿那个皮裤子留下的脚印。我明白了。 这个行踪不明的人，一定是从神河庙来的。他们到夹皮沟来，分明就是冲着咱们来的。他明明知道夹皮沟现在正在进行土改，还有民兵的武装，这些人孤身前来，
他还行凶杀人，只有两个原因：第一个目的就是破坏土改，第二个目的就是侦查咱们消防队。那就让他来呗，那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水当尿壶，来一个杀一个。他只是个探子，这件事儿一定跟年关暴动有关。 老九，哎，九月吉祥！瞧瞧，老大的崽子就是懂事儿。啊，对，跟你说个事儿呢，那啥，昨儿那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嗨，我老二他就那个德行，他见不得别人对三爷好，谁对三爷好，他跟谁过不去。懂懂，别给他一般见识啊。老大，说实在的。 咱老胡能在威虎山站住脚，那全靠你这好八的。这是山神爷老把头照应咱，打今儿起，闯天下，咱兄弟一把莲花。好兄弟，就爱听你说这个。带着锁子呢，那这二当家的这，是吧？锁子。 最近有什么情况吗？师兄今天到嘉陛沟一带查询，被两位民兵发现，他杀了两个民兵，其余的倒没有什么。啊，马上给林老板发报，让他转告兵托，我也安全归来，命他从速加紧动员地下先遣军，在年关暴动之前，对共军的发电、电信和铁路系统。 进行破坏，是。报告，进来。侯主任，几点？千面佛来电。念。侯主任，静息，多日来。 鄙人在牡丹江亲自组织动员我部10万地下先遣军，现今已经是厉兵秣马，整个待旦，静候年关暴动发起。太好了，看来年关暴动是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千万不能大意，我领教过这邵建波的手段，确实不一般。放眼整个滨绥土家，能与他匹敌的，实在没几个。 关参谋长，那你跟邵建波比咋样啊？渴望与他一战，不过胜负难料。关参谋长，少年才俊都胜负难料，我们这些老棺材瓤子还不得束手就擒呢？李旅长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不希望我们重蹈许旅长的覆辙。许大马棒，咎由自取。 哟，这话可不中听了啊！刚才聊得不挺欢的吗？怎么我一来不说话呢？
背着我看小慧啊。哦，徐夫人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没有什么瞒着你的呀。没瞒着我，几个大老爷们凑到一起，为什么不叫我一声啊？我也是为党国效力的人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关参谋长说，你打算去威虎山，什么时候动身呢？我让关参谋长安排一下。哼，嫌我烦了是不是？想赶我走啊？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没有这个意思。侯专员，我们都是明白人啊。我蝴蝶迷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听话听音儿是我的本事。这儿多好啊，又可以为党国效力，还有我惦记的人儿，也有惦记我的人，还有捧臭脚的。侯专员，俗话说得好啊，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蝴蝶迷在这儿待得挺舒服的，我还不走了呢。关参谋长，你还留在这儿吗？哼！敌人真是够狡猾的，担心兵头已经暴露，就把这封电报故意发给老板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季部长，你们做得很好，把这封电报截下来，就等于找到了一部分先遣军。谢谢司令员。那我们下一步要不要把这个兵驼？暂时不要动他，但是要把他严密的监控起来。他的犯罪行为已经显露出来，这事实俱在啊，有电台，并且我们已经破译了他的电报密码，还有那个老道，几方面都可以确认他就是所谓的千面佛，极可能是年关暴动的始作俑者。我担心如果我们不及时收网的话，损失可能会更大。抓他容易，可是他手下的虾兵蟹将就会跑得无影无踪。你过来看，现在我们首先需要确认这张联络簿，还有很多地方我们不清楚，比如这条线很有可能是夹皮沟经神河庙牡丹江到海宁的铁路线，可是这线上的红圈圈是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隐藏地下的先遣军分子？很有可能，不过要完全确认还需要找到画这张图的人。这张图呢，是203他们从易佐毛手里得到的，而易佐毛呢，又是从栾平媳妇手里得到的。那这个栾平会不会知道呢？完全有这个可能啊。从栾平个人的历史来看，还可能知道更多。要不要把他重新提审一次？可以。是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刚才还在想，这个老道到底去哪儿了？没想到这会儿就回来了。能感觉到他从哪儿回来吗？我看他的样子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的。难道是从牡丹江？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回去落实这件事情。哎，老大，别着急，坐下说，坐下。这神和庙的五脏六腑，你已经是摸得清清楚楚了。而且现在老道已经回来了，别说你是侯登，就算你是齐天大圣，也肯定会落入他们的陷阱。而且现在年关将至，如果说老道是这个年关暴动的背后指使者的话，那他们家的门槛现在一定非常的热闹。如果这个时候离去，肯定是危机重重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不会贸然进去的，但是对神和庙的监视还是不能放松啊。
那我走了。哎，别着急，先吃口东西。江山来在待嫁前，未曾开眼我心好惨。过往的君子听我言，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心传，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便传嘛，我就当保还。老九巡山去了。啊，小嫂子他们一直跟着呢。好好说话，这跟三爷。他到底是红是黑，不能没个章法呀。这个。时日不多，岂能束手无策呀？依我看呐，三爷，这事儿还得从穷棒子下手。凡是共军都视穷棒子为命根呢，他们不是说自己是穷棒子的队伍吗？他身边正好就有一个彻头彻尾的穷棒子。你是说老常吧？咱们想办法把老常逼成死罪。假如他真的是共军探子，那咱们就看看他如何应对。三爷，您觉得这事儿？好，说的比唱的好。翻多了，能不能别总卖关子，把话说的详细点儿？嗯，舒服不？舒服。哎，五爷，听说你家是夹皮沟的。啊。那现在家里还有啥人不？还有啥人啊？爹娘都让共产党干死了，操！嗯，那你媳妇儿呢？娘们儿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活着我也不得罪她。五爷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我也喜欢你。嗯。那你带我下山呗。干啥？下山啊。下山就是死。这有啥好死的？哎，你说，我觉得呀，咱俩能生活的挺好的。你爹不是地主吗？然后他死了，这个财产自然就成你的了。你把我赎回来呗，然后咱俩成个家，我再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的。想他妈啥呢？我跟你生孩子是谁的知道吗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？哎，上赶着就不是买卖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不要我，现在好多人抢着呢。咋的？你去问问威虎山上有人敢跟我抢吗？你有人了？有啊。谁呀？孙老九。滚出去！还有心思玩姑娘呢？这个姓胡的经过昨天的坎子里，
全山的崽子都被他给镇住了。今天上午，他又坏了规矩，给巡山的崽子发了全饷。你知道现在全山的崽子管他叫什么吗？啊，大爷。照这样下去，咱哥俩今后在威武山的日子可不好过。打也打不赢，斗也斗不过，我他妈怂了，我怂了，行吗？你认怂了？你可是俺们威武山的狠心猪，面子丢了，你要是不找回来，将来全山的崽子怎么服你？还有三爷，你怎么对得起三爷对你的信任？我要是你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一定要把这面子给找回来。我要让全山的崽子们看一看，搁俺们威武山，最狠、最不怕天不怕地的还是你五爷，那个姓胡的，他什么也不是。你就别兜圈子了，你就说你想干啥。想干啥？咱动不了姓胡的，还动不了他身边的人了。他不让咱好过，咱也不能让他舒服。把脸上的擦干净了。哟，老常道，二当家的，砍这么些烧的干什么呀？回二当家的。九爷住的那个屋子呢，阴湿潮冷，好久没住人了，砍点柴呢得烧大火，那房间里才能够暖和起来。哟，平常可没见你那么上心啊。二当家的，您别这么说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出去砍点柴，全当是活动活动筋骨。闲着没事是吧？啊，我让你闲着，他娘威虎山抓你来是来让你养老的是吧？啊？大过年的，这伙房那么忙，你还闲着？赶紧他俩给我过去帮忙去！哎，我听您的，二当家的，我去，我去。不过，九爷那儿……九爷？啊，谁九爷啊？哎，我只知道威虎山有一个三爷。啊，是。老陈啊，这没几天的，就想给胡彪当亲信了。二当家的。我就是个大早上是个下人，我知道天高地厚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还知道？还知道。我还以为你养了两天膘，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赶紧他娘的去伙房！哎，穷棒子，骨头真他娘硬。集合啊！好嘞，九爷。九爷辛苦了，那咱俩休息吧。九爷，九爷，我刚才回来路上碰着二当家的了，他让我那个什么。咋的？找你麻烦了？没有，他让我去伙房干杂活去呢。往年都去干活吗？咋可能呢？伙房是肥差，吃喝随便的，这好事哪能轮上我呀？那你媳妇儿去干活啊？没有，她在飞龙的花寨伺候那帮姑娘呢。啊，那什么意思？这二当家的，这存心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把你从我身边弄走，让我一人成光棍，我得问问三爷。哎，九爷，九爷，要我说呀，你是风头出大了，他是想找机会让你知道，他在这威虎山那是大拿，他让你哈着他呢。什么意思？现在全山的兄弟们都知道昨天你过坎子的事，都打心眼里敬佩你啊。那二当家的，他没啥本事，他现在看你这么大能耐，他能不担心啊？
我又不抢他的粮台，他担的哪门子心呢？哎，话虽这么说，你不下，那不见得他不下呀。他啥本事都没有，他就知道打三爷的溜须，那别在当家的都非常的膈应他。他现在呀，怕的是你，恨的也是你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你是愿意跟着我呀，还是愿意去伙房啊？哎呀，九爷，我愿意去伙房，我能跟你说那些呀？那伙房可是好吃好喝都管够啊！哎，咱老长安那就是苦命，咱不图那个。再说了，你也没亏我呀，不打不骂的，你也不折腾人，我愿意跟着你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先去伙房吧。三爷那儿，我就说，哎，啊，把这鸡拿去杀了，哎。鸡血给它留好了，别整埋汰了啊！这都有鸡了，还要鸡血干啥呀？干啥？这二当家的要吃鸡血冻，说这玩意儿养嗓子。别听说可是。你知道个六，你知道，这是二当家唱戏的时候得着的秘方，年年如此，快点长大。二当家，二当家，等着来，等着来。不好了，哎，五爷他。五爷怎么了？我当家的。常在呢，吴当家这怎的了？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怎的？你过来。吴当家的，我瞧着你老婆挺白净，五爷用用呗。吴当家的，她是我老婆。咋的呢？老张，喂，你跟着古爷腕儿呢啊？是。我他妈睡的就是你老婆，我等。五爷，干什么干什么呢？啊！二当家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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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当家，你来，你给求求情吧。五当家的，他要咬我老婆。五爷他要你老婆，那是你老婆的福气，别不识抬举。二当家的，我求求，求求。我的鸡血呢？鸡血在，我马上给你的，马上给你。反了你了，二长家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打他干啥呀？肠子给我清了，把他给我架起来瞅着。赶紧的，二长家的，我们没做错什么呀？没做错什么呀？二长家，我求求你，我们没犯啥错呀，二长家的，二长家的。没做错啥呀！好好看着，跟你五爷学两招。哎呀，不能！二当家的不能！二当家的，学几招。二当家的，我们没做错啥呀！放开我！摁住了。锦湖的，你想干什么？二当家的，把那玩意儿放下吧，老娘们的玩意儿，能吓唬住谁？站！九爷，你信不信，我一枪崩了你！来！
雄酒杯装停，何惧勉强安静，听我一声狂喊，杀个人要麻烦，心念星火燎原，壮志豪情虎胆，神枪瞄准黑暗，胜利就是我终点。春秋。